大家好，我是小布老师。那今天呢，到日本找铃木社长谈一下有关于不动产的事务。结果在离开的过程下雨了，那刚好看到一家餐厅，我们就进来排队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它是摩斯汉堡。结果呢，我们一坐下来，第一个看到的单子饮料单是，讲讲，是酒单。对，你们没有看错，是酒单。然后呢，这边的点餐呢、也很特别，它是用 iPad， 应该不是 iPad 啊，用电脑来点单的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有没有发现餐点非常的美味？它还有酪梨的、起司的，重点它还有和牛的汉堡。哦，这跟台湾的都长得不太一样，有沙拉，哦，炸薯条、肉酱薯条，哎，还有炸鸡排，还有热狗，哦，还有很多种类的啤酒，哦，还有果汁啊、气泡水，还有红酒、白酒。OK。大概是这个样子哦，还没点完呢，还有哦，那一般的茶类也有的，还有甜点 ，OK， 所以这真的还蛮特别的。所以我们刚刚一进来就在想说，为什么在门口的时候就要排队？就觉得摩斯汉堡应该是不需要排队的吧？后来呢，我联络社长才知道呢，在日本的摩斯汉堡有分一般的版本，也有分高级的版本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应该是来到高级的版本，它的外观呢、也长得不太一样。然后呢，在门口呢，也要等它叫号跟待位。OK， 那很特别的分享。那待会呢，再拍一下餐点给大家看一下。目前在关东地区东兴只有一家店，附上地址还有地图给大家看一下。另外一家店在横滨，也给大家做参考，有机会可以去品尝哦。